波多脸部王北部、中部、云家、花莲连线播出。波多杰明、简于燕、西门、半山。<laughs> 喜欢棒听三位杰迷，我们今天谈一本书，这本书真的是精彩。你一旦买了这本书之后，你可能整个一天的假日都陷入在这本书里面，因为内容真的是精彩万分哦。它是描述当时有一个独角兽，这独角兽就是它的规模可以创造十亿美金以上的这个市值。好，那当然这个而且是未上市公司。那当然你买到这个股票之后一上市，你可能就变成是一个暴发户哦。那么在美国在拼这个独角兽啊，那里面。 不乏是有骗局，他时代背景呢，正好是贾伯斯那个年代，就贾伯斯让所有戏骨人真的充满了热情哦。你知道，二零一八年金融海啸吹骗了整个全世界，就是没有吹进戏骨哦。那这本书呢，它的名字叫做。 Bad b r o o d 恶血，然、哦、后这本书非常精彩。那我们当然一定要请专任讲评哦，来这个请他来转评这本书的内容哦。那他是谁？他是许凯迪哦，笔名叫阿格丽哦。那我们非常欢迎阿格丽许凯迪。哎，杰明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他的学历不低哦，他是台湾大学生计博士。他刚,刚坐下来。 就是跟我们说，要趁着他现在还有记忆的时候多讲一些啊、哦。<laughs> 因为现在都在聊股票比较是是是，所以你也有在研究股票啊？你是财经作家呢？哎呀，对我也同行啊，就出了两本股票投资的书 <laughs> 啊，你出了两本股票投资的书 <laughs> 就。 博士班的时候不务正业，但是生物还是有在研究的。看样子是头脑很聪明。哎、那你某种程度还蛮蛮像，不是我跟你某种程度还蛮像的。我大学是念生物，但是后来转到念这个经济哦。好，我们先谈一下我们这位阿格力呢。其实基本上他是有投银行投资部门的实习经验哦，而且呢，他自学投资，成为知名的财经作家。目前在台股呢是有所谓的生活投资学派的领航者哦。 Pioneer OK，而且在《Smart 致富月刊》跟日盛证券、股感知识库、商周财富网都担任特约的专栏作家，表示文章是很多的。好，你看，你知道他写了多少人？可能今天也会非常看到刘如山真面目、哦。对，他的文章呢？哇，这个可能是很多财经人最期待的事情啊！至少我做不到。 他的文章拥有百万人点阅啊哈，哈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哦。那他最厉害是以简呃，就是深入浅出的逻辑方式，以日常平凡生活消费经验呢，成就不平凡的投资机会啊。所以提倡就是绩优股都在商店街、哦、而不是华尔街。买进的股票呢，从顾客变老板哦，就是你今天。 比如说，你今天买 Seven 的股票，就是顾客变老板的意思啦，哈。那保养你去买了保养股票，你就成保养的这个顾客呢，就变成是老板，它的概念是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先谈这本书，再来谈投资了，哈。来，那阿格力，来，我们先介绍这二学，你可不可以大致上跟我们谈这本书，它描述的是怎么样一个诈骗行为？ 与其说诈骗，我觉得说这是全世界直销人应该要去看的一本书了。对对、哦、对对对，我同意。对，對我觉得集结的三个主要的重点，第一就是说，你成功的一个领导者，你要有错中错这样的学历。Uh huh. 你在细谷啊，你修学其实是一件很屌的事，的因为过去像祖克伯嘛，或者是呃 s t e v e n Jobs，其实大家大学都没有念完。<對>不过他们大学还有一点哦、喔，是要名校，是,是史丹佛大学。像这本书的。 女主角伊丽莎白，她本身也是斯坦福大学化工系毕业的。<錯>那第二点是，你必须要一个很好的梦想的蓝图。嗯、<哼>比方说，贾博士是希望，哎、欸，每个人家里有一台电脑，那后期是有手机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。哦，所以你要有未来一个憧憬。那像这本书二写的女主角伊丽莎白呢，她的愿景就是，哎、欸，一滴血你就可以检测两百五十种疾病。嗯 <对>因为对一般的人来说，你做检测最麻烦的一件事情，有些人光看到血就晕倒了啦，不要说抽多少，<是>所以一滴血可以解决这么多疾病的检测，而且他宣称啊，费用只需要传统疗程的啊、呃、检测方式的十分之一，<哇>哦，所以又有效，啊、对,对，又便宜。那最后呢，就是你要会装逼，我姑且说他会装逼啦，嗯、就是你看哦，不不论是马克· z u c k 脸书马克· z u c 或者是 Steve n Jobs。 他们发表会的时候一定是能侃侃而谈，以外，<對>他们有他们固定的一个形象，啊、嗯<哼>，比方说黑色的毛衣是啊，所以伊丽莎白其实有很用心在营造她自己的形象上。因为她原本不是穿那样子的，对。然后听说她的声音啊，原本是比较女性化的，对。可是对外发表的时候，她是比较重低音的，<是>让人家感觉到她是一个沉稳然后有霸气的一个女生。哦，这个案子其实我如果你印象很深刻，其实媒体有报道，因为呢，她基本上是一个高级的。 这个我们刚才讲不能诈骗者，这个、高级的诶这样讲传销人员有有点尴尬。反正这是一个大骗局，那这个骗局呢就叫《细骨血检的真相报告》。其实 HBO 呢已经有拍这个纪录片了、哦。那主要原因呢，这个人叫做伊丽莎白·霍姆斯，有没有印象啊？这个在前阵子新闻有出来，他走遍了各大媒体哦。那 出现的时候呢，其实人长得非常的亮眼哦，说话也侃侃而谈，然后遇到的问题也是就是知无不言哦。当时号称哦，他也自认自己哦是女版的贾伯斯。那成立一家公司呢，叫做 San Anns 哦，这家公司呢，以说一滴血就可以创造两百四十种的身体检验哦，让很多的很多的大型的这个药剂公司哦，还有医药公司呢为之疯狂哦。 但是没想到，从头到尾呢都是一个骗局。我先请教一下，因为这本书其实有描述到很多是有关，就是我们说的伊丽莎白她面对挫折，比如说。 当时他们去瑞士介绍的时候呢，这个数据呢出现了这个错误，然后他可以冷静的回答，然后呢，甚至在这个他们曾经做一个压缩机，然后职场当场爆掉，他可以冷静，然后甚至呢，这个血液基本上没有抽取成功，他也可以冷静的说你继续把它完成，你你看他这个个性是什么样的特质？我觉得就是哦，你认真，大家就会当真。 Oh. 啊所以每次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说，那是不是这个机器有问题？是因为啊太过于精细，因为你只要一滴血嘛。嗯、那想必这个仪器很精密，会很容易出问题。他通常的反应不是说 OK，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，<對>而是他坚持就是不行，就是一滴血不能两滴血<對>哦。啊，仪器就知道这么小、这么美、这么精致。 他的仪器叫做爱迪生啊，你看他取名就知道说，第一台的机器叫爱迪生。对对对，从取名到他对仪器外表的要求等等，他其实都是相当坚持他的原则的。所以我觉得在他这种过于冷静跟异常的。 呃，坚持的状况下，大家其实就会被他说服我念一段哦，就是其中他有请一个人哈、哦，就是所谓的 J 博士。那 J 博士呢，基本上他是一个呃，就是能力很强的一个就是研发人员哦。那他见见到伊丽莎白的时候，他是这么形容的：他说，我显然迷倒在伊丽莎白的光环下，也陶醉于戏骨的氛围之中哦。那他想起了追星族，所以他大老远呢，就从美国的东岸呢。 到西岸，只为了参加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星的 party 哦。那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所有的人第一次见到这个这位，我、呃、们说的他这位，呃，就公司老板呢伊丽莎白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都是被他的这个外表跟他的说话呢给迷惑。这本书还谈到一次政变哦，就是当时其实四个董事都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。 所谓的创这种新创公司呢，它大概是两个结构，一个结构呢就是执行长，他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个 idea 的，就是他们研发的想法的头，然后呢，他去组织的公司，但问题他口袋现金一定不够，很快就会烧完，因此他就要对外募资，但是募资呢，基本上小额募资跟大额募资，那我们知道。 自从有贾博士之后，其实整个戏股呢有很多的创投业者，他们把一个网络公司做起来，把它卖掉就几千万进到口袋里，或者他做的就是这个事情，在什么时候最严重、最最夸张呢？就是两千年，就是当时跨所谓的就是什么千禧年的时候呢，在戏股里面哦，你看到那些高档车哦撞到的时候都可以做网络的。 那你在看到更高档车撞到的话，它就是做创投的。所以那个年代，只要有任何公司成功哦，不得了，它背后的这个资金哦，相当澎湃。当时的纳斯达克也攻到了这个六千三百点历史高位啊、哦。当然现在已经九千点了。可是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，只要任何网络公司都非常了不起，因此每个都纯粹在说，我只要能够做一件事成功，我就是一个 m i n i n a i r e 那这个创投者呢，也是开始寻找这个可能的商机哦。那有些创投者呢，他自己会担任董事。那其实哦，在这个公司哦，刚刚创立没多久的时候呢，四位董事呢就对这个伊丽莎白哦就有怀疑，他到底是不是能成功？这本书有描详述描述哦，他们要引用一个叫做 adult 这个 management，就是成人管理。他认为这个伊丽莎白太幼稚了，他们要找个成人管理。 这个故事很精彩啊！竟然最后这四个董事都被他击败了。哦，他是蛮会利用这种权势，而且用法律公司的。<是>比方说他他的公司啊，被他 fire 掉了员工，其实都不太敢泄露公司的事情。Uh huh、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虽然他的幼稚，可是他的幼稚，我觉得是用对地方。是，哦，就是用在你们大家只能听我的、mm hmm. 哦。他会请最好的律师，你只要一泄露公司的机密。 啊，你知道在美国被告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<对>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哦，所以他就会利用这种法律上的公式，然后保密协定等等，把内部的资讯完全的隔离。那不同部门之间也不知道隔壁的部门到底在干什么，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能纸包不住火，到十年之后才爆发，就是因为他非常执行在法律上的一个呃公式啊。 你知道这十年意思吗？就是不断的募资，然后不断的把它市值夸大，然后更多的创投要用更贵的价钱去买它股票，因为他们身价就持续上涨。那你可以概述一下它整个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人家说它是，再说一遍哦，它是称之为就是呃女版的贾伯斯哦，但事实上呢，它基本上是一个诈骗者、哦。它的成功的要件，因为我们说这种成功要件，说它成功有点夸张，也它 <laughs> 整个成功的要件是在什么地方？ 我觉得成功的要件在于当时候的时代背景啊。嗯、哦，我觉得任何投资你能炒到很高，其实我觉得它跟炒作房地产有点像。哦，<你>房地产你一定要有一个梦嘛。哦，嗯、比方说台湾的从化区很厉害，就是说从化区的机能还没到，可是价钱就已经卖到有机能时候从化区的价格。嗯、<哼>哦，所以我觉得它一直在卖这件事情。哦，以后我们可以一滴血，那市值到底有多大？那一直这样子在吹捧。 而我觉得在戏股啊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啊，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蠢，会投资这么多的钱？不过要知道，你在戏股万一投资成功，那个投报率都是可能百倍以上、哦、对，因为美国成功的公司，它并不是当地成功而已，它可能会变成一家全世界的相关，比方说它是血液检测的，变成血液检测的龙头哦，所以大家看的是非常长远的。而且这些创投家有一个特性啊，他其实不太把钱当成钱看。嗯哼，因为有钱人跟我们确实想的不一样啊，<的>因为他如果投资失败。 他只要要求对方把股份买回去，像《华尔街日报》的大亨梅朵，他其实也投资伊丽莎白的公司，好，他投资一点二五亿的美金，可是他失败的时候，他只要求一件事啊，你伊丽莎白，你用一美金帮我买回去啊，哈，他就可以认列账面上他这个亏损。那因为他其他部分的投资很大嘛，所以这一点二五其实可以拿去抵税了。哦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亏到钱。所以为什么伊丽莎白能骗到那么多的钱？我觉得跟戏股当时候。 啊、呃，两件事有关。第一，大家都在追逐下一个成功的啊、呃，比方说苹果也好啊，<对>或下一个 Facebook 在哪里啊。那第二点就是说，其实这些创投家他这个钱的运用跟我们想象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。而且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哦，他为了包装自己哦，他也特别哦，就是重心把这个贾博士苹果里面的一些设计的这些人呢，把他。 诱骗到公司来，然后就假装一句话说：“你看，我是医疗界的检测界的这个假博士，检测界的 Apple。”那当然就在戏谷里面就广为宣传了、哦，甚至我们刚才讲，有人从东岸特别到西岸来这个朝圣哦。好了，当然最后这件事情被一个人叫做约翰。 凯瑞鲁哦，他被揭发，他是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一个记者。其实他在揭发过程当中也非常害怕，因为当时最高的时候呢，其实号称哦这家公司呢已经有九十亿美金的市值啊，那律师更是多到不行，而且他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些大牌律师哦，你敢去对付他吗？那当然，这个大牌律师的目的就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。 防堵他的讯息揭露，或者有人想要揭露讯息之候就被告，哇，这是非常凶猛。Hill 坤姐、蛋姐，我们看哦，这个姜凯瑞鲁、哦、如何揭秘这样的一个事件呢、哦？过程非常精彩，这本书有详细的内容。我们今天介绍的书呢，叫做《b i g b r o t h e r 这是近呃十年最大的一个华尔街独角兽的诈骗案呢、哦。我们今天访问的人是台湾大学生济博士，也是财经作家阿格利·徐凯迪啊、哦。我们先 Hill 坤姐、蛋姐,姐等来。 波多脸播王北部、中部、云家、花莲连线播出。明、简于燕、新闻<聞>半 <laughs> 新闻棒听三位视杰米啊，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这个台湾大学生级博士、财经博士啊、哦，财经作家阿格丽徐凯迪哦。那徐凯迪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是什么书呢？二血好、哦、这是一本近十年大家最值得去看的一个商业诈骗的小说啊、哦。是，好，那这本书里面呢，其实有一个关键点是，他诈骗这么久之后呢，终于被一个人发现到，嗯，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。<laughs> 他叫做江凯瑞鲁哦。那 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也承受很大压，因为去听了一场演讲，做了笔记之后，他下一个决定，这家伙，这这家公司就是一个诈骗公司哦。那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其实当初啊，发现伊丽莎白她的检测提出有问题、有疑问的是一个医生叫亚当啊，嗯、但亚当其实他也是很聪明的，他他给他戏，他想说<对>啊，你们公司势力这么庞大，所以他就联络到这个记者那这个记者就开始哦匿名的去采访，从。 伊丽莎白公司离职的一些员工，那其中访问到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伊丽莎白公司大股东哦，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哦，哦，叫做乔治·舒兹的孙子。嗯、那他的孙子其实也是内部的员工，原本是充满了期待、哦、好像要改变世界这样的使命，<對>然后<錯>然后进入公司去执行。可是他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公司有太多奇奇怪怪的地方，比方说，哎、欸，检测的结果好像不是用公司的仪器，好像是用。 另外外抛的方式得到检测结果，然后对外宣称这是公司、哦、是呃仪器所检测出来的哦，所以他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愤愤不平了、啊。这样他的爷爷投资了很多的钱嘛，所以他就爆料给这个华尔街的日报的记者叫做 John。那 John 就在两三年的期间呢，调查了非常多位内部的员工，才集结成这本书了。可是我觉得这这也很有趣，国情的不同。我觉得如果那个 John 在台湾，应该已经变成那个。 消波快了，对，是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有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过程中的困难，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家其实不太愿意讲。是哦，那我觉得啊，那这个匿名的爆料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匿名爆料性就是国务卿的孙子嘛，嗯，因为假设这个记者访问你，然后他知道公司的一些内情。 因为他手上有黑资料嘛，对，那这样才能取得你的信任。他真的不是来乱的，<是>他可以说服其他的小咖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其实公司的大咖也有人不爽了、啊。当然哦，所以那时候连一个董事也是不爽，然后就走人了、啊。对对，因为大家都受不了伊丽莎白，她其实是非常高压、一言堂式的一个经营啊。哦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是。 大家冷了实在太久了，那那你的好好好同事好朋友瞬间就会从原呃公司消失啊，所以我觉得在怨气这样的状态下，将这个记者真的是蛮厉害的，而且就是国情啊，你看有很多美国纪录片大家都能侃侃而谈，这跟台湾呃<對>、欸、的文化比较不一样一点。是好，那这部戏已经要变成电影了，今年会上映吗？哦，今今年哦，预计是今年可能会拍摄好了，但详细在台湾上映的日期还不知道。 那女主角是 Jennifer Lawrence，哦，《饥饿游戏》的那个女主角，很厉害。而且我觉得电电影的导演很会选角，演蛮适合的，对，因为就是那种冷静。 然后亮脸，然后说话也非常的迷人，尤其他眼睛是会放电的。对，眼睛大大的，<对>白白的、哦，非常适合演这个角色。这样讲是对的，选他是对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，嗯、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Jennifer Lawrence 跟伊丽莎白·霍姆斯，其实他们两个的长相跟气质其实是非常的相近。嗯、<哼>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是会大卖。那你光好莱坞愿意请到奥斯卡影后 Jennifer Lawrence 是奥斯卡的影后来演这部电影，就知道哦，其实这个故事这本书是非常值得你去回去一看。 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很好奇哦，他因为《恶血》中有特别提到说，因为他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比如说墨西哥发生猪流感，他就说他的检测器可以检测猪流感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检测器可以检测什么东西，<laughs> 反正就不断的制造讯息，然后就向媒体然后检测他有多强。但是问题来，当时他曾经有说，他血液连癌症都可以，这、就、个、是、检测器啊，连癌症都可以检测、哦。那我请问他现在科技做得到吗？ 欸、其实现在科技是做得到这件事，是不过问题就是出在说一滴血实在太少了。对，哦、观众朋友，一滴血会发生什么问题？你针扎下去你的血管的时候，其实你细胞的碎片也会残留在那一滴血中。哦，那你的背景值，我们在专业的检测过程讲背景值，你背景值扎讯如果太高，好、嗯哦，比方说你有细胞啊，或者是你扎进去的时候。 呃，一些毛毛毛人体的毛等等，其实都会影响到检测结果。嗯、那现在确实血液是可以检测出癌症的。嗯、那主要有两种方式啊，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啊。因为除了看这本书以外，我觉得除了在投资上能受到启迪。 那你对健康的知识，诶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涨知识哦。所以这个故事其实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的一些知识哦。好，那我们再问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从恶血的故事中啊、哦，我们许多我们知道许多投资人哦，有病患被欺骗上当了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用什么方式来避免这种情况呢？病患被欺骗上当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多找几家检测单位，这样是比较好的。<是>像。 假设你得癌症，你不会相信你眼前这个医生讲的话吧？你可能会觉得啊，尿白膏啊，你可能是误误诊，所以你会看第二家、第三家。所以我觉得不要过于相信单一的单位了。好、哦，因为现在现在所有的检测其实它都伪阳性的一个可能，没错<錯>、哦。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血液检测癌症，像男生嘛，就是前列腺癌都会检测一个叫 PSA 这个蛋白质的抗原。嗯、那如果有的话，<對>那你得。 前列腺癌的几率非常高，可是这也不全然是、嗯、对，哦，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度相信诶、呃、单一次的科学检验结果，是而是要多次的去了解。好，那我们谈到这件事情，当然一定很好奇哦，就是这本书给、呃、我们的所有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我觉得、啊、投资你要不输钱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，其实不是看懂什么财报啊，或是懂公司的营运，而是不要害怕错过。 哦，什么叫做不要害怕错过？这这本书的重点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。嗯、你如果害怕错过，你就会想要无脑的跟单嘛。是，好、哦、像很多时候房地产被炒到很高的时候，也是大家觉得说，哎，有人买了，那我不买啊，明天又有另外一个人买，房价越来越高，所以我不买不行了。对，你只要有不行的这种心态，其实你就很危险。所以为什么二姐这家公司，美国国务卿、国防部的部长跟美国最大连锁药局，大家都会被受骗，就是生怕错过了什么。 好，当然，这位伊丽莎白这位小姐，她的家庭背景呢，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。她的父亲基本上是类类似公务员这样的一个家庭出身的。但是最后她的身价到多少呢？你能想象啊、哦？最后她的身价竟然高达了五十亿美金诶、哎，嗯、而且重点的事情是呢，嗯、每一个人投资她的钱呢，是一笔比一笔的单价更高、哦。但事实上，这十年她是什么事情？ 都没有做出来，然后员工被请进来的时候，他最后都请的是印度人。为什么请印度人？这就是一段辛酸史嘛，哈！因为这些印度人呢，基本上在美国工作，他必须要得到身份，所以呢，怎么样的欺压他们哦，他们都必须要承担。而且他骗到了一堆非常优秀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哦，这本书真的是值得去一瞧，去我们就为之这个。 惊讶说：“自从网络泡沫之后呢，美国还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诈骗案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”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这个我们的阿格利啊、哦，凯迪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呢会呃就是要抽这本书了，这是我们常会做的事情。那所以，请大家到宝岛联播网的粉丝团上面哦，贴文留下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、哦？恶血、oh。 你只要立刻写下这三个名字的话，我们抽出正确的名单之后，你就会收到这本书。签放在杰明手上啊，恶血这本书真的值得你在假日没事干了，小孩放一边，老婆 <laughs> 啊，对，当然女生那就老公放一边，<laughs> 把它好好解读哦。那非常谢谢这个我们阿格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杰明哥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。好，我们先谢坤姐、蛋姐等来，拜拜。